这个是腿儿，修的腿儿，然后用升降盘拧在上面，然后把腿儿放平，把这个腿上的这个连接板用螺丝拧在这个腿上。然后把这个 L 型的铁片安装在腿上，用螺丝拧紧。然后用相同的办法安装另。现在把一只腿儿立起来，戴上去千万不要拧紧，前期都不要拧紧。戴上去。然后开始装横支撑，四个横支撑开始装。先放最顶端的这个横支撑，把螺丝拧上，先不用上紧。同样的道理，依次把剩下的三只横支撑拧上。然后现在把所有的螺丝都用电动扳手拧紧。两个人抬起箱子，把这个杆儿往上掰起来，然后从下方扣上去。扣上去的同时，用螺丝给带上，先不用拧紧。然后下边还有两个螺丝，从下边给装上。最后把所有的螺丝锁死。锁从侧边装进急救箱里，然后用螺丝。锁紧。然后把连接片装在锁上。然后把锁拉出来，把连接杆放进锁孔，连接片的锁孔里面。然后用螺丝拧在连接片上，不用拧得太深。把后盖放进卡槽里面。对紧，卡槽对好以后。把透气器的前盒插进急救箱里面，锁死。对。先把滑道放在架体上，中滑道最长的架放在架体上，注意
镂空的这个地方是朝集油箱的这个部位，然后拿螺丝拧上。底滑道用最短的螺丝，最后用闸带把集油器向连接的部分给绑紧。把多余的闸带给剪掉，把下轨道放进集油箱带口里面，然后用螺丝底座安装完之后，安装调频螺丝，先安装底座，调频螺丝的底座。然后再安装调频螺丝，把调频螺丝的高度调成一样高。下面开始抬饰板，把饰板抬到架子上。每块饰板上都有号，像 B98-1
只要它这个尾数是顺时针排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都是以顺时针排的，这个对的。下面有两个人配合将石板，对齐架子的中心位置。下面就开始调频，当水平尺的数值过大的话，微调螺丝调不了的情况下，可以调腿。腿上面有一个孔，拿螺丝刀或长杆塞进去，调的腿。调完后，将这个螺丝母放到最底下，上面的拧到最上面去，分别拧到底下一个，上面。像尺上面的数现在已经变成100多，就可以用微调螺丝来调。开始用微调螺丝来调上面这个板。调至水平尺的数值为10以内就可以，调至正负10以内就可以。当我们这边调完之后，然后将水平尺竖的话，就是成一个工字形。然后调至尺上的数值为正负10以内就可以。调好之后，反复的检查一下。好，中间这块石板就算调完了，然后两边这块石板以中间这石板为基础，方法还是一样的，都是以工字形。当平整度调好之后，用扑克牌塞到石板缝隙中。然后将石板全对齐，缝与缝之间全对齐，然后用胶水将扑克牌两侧全粘在石板缝里。粘扑克牌的目的是将石板和石板连接到一起。待胶干之后，用铲刀将扑克牌多余的部分铲掉即可。待胶干了之后，用铲刀将多余的扑克牌铲掉。然后用原子灰把原子灰填入到石板的缝隙当中，将原子灰搅拌均匀之后填入到石板的缝隙。等到原子灰干了之后，用铲刀将原子灰铲掉。原子灰干了之后，用铲刀将原子灰多余的部分铲掉。当台面处理好之后，将上台泥的小木方
全部安装到石板下方。好，下面就开始准备上胎泥。上胎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，顺毛的方向要冲着摆球那区域。正反看一下胎泥背面有没有小杂质。边库分好之后，这个边库上面这个号是跟之前石板上的号是对应的，然后咱们将这个带口安到边库上。在装边库之前，先把这样的板装到边库下面。看好号，每一个边库上的号跟石板都是对应的。然后再用尺将所有的口全都调成一样的。冰库上好之后，现在开始安装尾板。每个尾板上面有四颗螺丝钉。先安两头，再安两边。最后将这个带口卸下来，然后将脚板给安上去。脚板安装好之后，将带口放入皮口里面。好，装完尾板之后，我们这款冰球桌就算是安装完毕了。